蛇洞。这回我们这啥东西可都是要摘下来了，这早上这个霜冻可大的了，最后剩这点窝瓜摘下来。好了，今天把小园收拾一下吧。我摘下来了，现在园子就剩这个萝卜白菜了，这个能放段时间不怕冻，剩下这些什么茄子豆角子柿子黄瓜啥的这全没有了，架条都摘上的，我今天有功夫给它收拾一下子，全给它薅下来归拢归拢园子。现在我们这儿都不乐出来干活，就这个小蚷啊特别多，就一种小飞虫，像一眼睛大的我估计你都不敢睁眼睛，可多了，围着头巾戴着帽子，它省得它往这个头里钻。开始做饭了，家人们，小圆儿没整太利索，那架条和秧啥的都薅完了，但是那秧子啥的没扔出去，明天再整。炖点茄子，今天茄子和水粉，再炸点这个带鱼还有点，给茄子掰了。茄子炖粉条好吃，但是炖这水粉更好吃，正好这水粉还都有呢，今天他俩在一起做的。这全是这小茄子泥，掰开就行，这个行。好嘞，这五花肉炒一下，葱和姜，十三香，炒一下，来点生抽，茄子炒一下，鲜水，放盐。先烧个坎儿，再放粉条，油热了，虾带鱼，好了，粉条放里。放点蒜末，出锅，
这个菜，一夏天没做这个啊。吃饭了，家人们，茄子炖粉条。那天给饭桌上，爸还说的这个茄子炖笋粉好吃。嗯，挺好吃。圆的这茄子都摘下来能吃两顿，豆角都没啥了，再吃就吃冻的，再有就是过去的了。到时候了，上冻了呢。嗯，我这吃个包子，早上剩的包子，这茄子吃大米饭就中。这水粉那天我们有三样，买点宽的，买点圆的，还买点粉号。你往饭碗里加点，搁可多水粉了。这三样咸的我。就像各位朋友说似的，我们这爱吃这个粉条，这东北人不是都爱吃粉条，做啥都能搁点粉条。哎呀，好辣吧。明儿别去了，在家这眼瞅快收拾秋了，十天八天的修修车，过两天大草还得拿呢。车修啥？车四轮车啥不用修修啊？啊，修的，没毛病，这玩意儿到时候使是吧？你检修好了。今天我上地看掉件，就为这两天双一打，那瞅着掉差不多了，但是没掉利索，咱家婆的晚上还得十一。那十一这才几天了？七天八天。你不说你车还要上绥化检车去吗？正好就下了得了。你知道我想做啥了吗？婉言还有点豆角，我都想豆角炖茄子了。我一寻你不咋爱吃豆角，搁水粉，水粉爱吃。本来是想俩菜，豆角炖茄子，随分炒炒芹菜。你就这个芹菜、豆茄、豆角都搁一碗里的一堆来一样的，一菜猪了。真让我想的。后来寻思还是做一个愿吃的。那天我爸在这饭桌这吃饭还说这茄子炖笋粉好吃。辣椒我也都摘下来了，前天的那两颗没摘，一会儿得上上来。这水粉就不抗炖，可不像那干粉条，这开锅烧个开了就行把这鱼都吃了，吃这玩意儿下顿就不俗了。咱们海伦修道加粉条我修差不多了吧？二阶通了。嗯。二阶通县医院多少天了？我们海伦这修路，对吧？一夏天也得走几趟。县院东是现在二大街六光新压油铺完整板正的。嗯，往后就好
往西动不了，往西到计算机胡同动不了。过路了吗？正大呗。等到往后修好了之后，就是六广大道了。那一遍也挺酥。今天整带鱼这个面糊，搁点粉面子，搁点儿白面，两超的。吃鱼啊！半张，你看，我吃完了不吃，吃宰。嗯，挑宽的吃呗，吃宰的呀。宰的酥。嗯，这宽粉我还和那个宰粉都是，搁冰箱一样还都冻点呢，冻不少呢。这个。化了一吃一炒就省得泡，味道也不一样。超吃炒着行，炖啥没？嗯，不好炖。水分大呀。哎，你说这粉条泡完之后再焯一下子，拌凉菜放里能不能行？能。我感觉它也不厚啊，瞅。那它硬。你听我试试，试试得硬，真好吃。你涮锅吃行吗？搁里完就捞着吃，涮呀。要不能超吃，炖东西时间长就不行了。茄子炖粉条，炖水粉，贼好吃，农村范儿。反正我们这吃啥，这农村范儿都挺好吃的。吃啥都香。嗯，你慢慢喝吧。简单的一顿饭，视频分享到这儿吧，家人们，明天见。对。我去烧炕去，现在天冷了，这炕得格外带烧点，多烧点，要不炕凉。